大家好，我是燕。我们今天来到饶河夜市。为什么今天来到饶河夜市？是因为我们本来要来兑现的一个承诺。那我们先来拍别台。哦，我们先看到这台 Happy 伞，它里面放一堆 Happy 伞公仔，然后看起来像武当版，但其实有一点小心机啦。你看，它有一点小心机。它除了有那一根长长的铁尺之外，它下面本来是筷子，但是它把它铺平，变成很像武当版的样子。哦。所以这种小心机不知道好不好夹，然后加上它夹两个送一戳，戳上面的公仔，那我们就试试看。我们目标呢，就是夹到我们抽到奖，抽到就好，抽到奖就停。那如果第一个就抽了，就停。搞不好很好夹，它写英雄台耶。但写英雄台不一定呢。看英雄。先看能不能先出个夹一出了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这感觉夹不进啦。好，打它，打它。哎，打不到。没打到，但是它丢过来了。哟，这真的差一点。这样看起来真的很武当款。出了是吧？推耶！哎，快！哎！马上再下一个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差一点。你看夹到了。我啊。它容易夹到。走。直接捏饱了。一抽来结束它，对啦，来我先，你先抽最不想抽的到，我看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没中吧？是啊，再加两个，好，你这样加两个，目前才花100块而已。对啊，可是它这个是正版，正版的，看不出来，有啊，写啦，全正版的是，好好好，对啊，它是正版，好，有写就 OK， 有写。被逃走了，完了，包到了，外丢啊！哎，有哎，有，出一个，现在有点空了，看夹板吧，现在就有点空。没有啊，只有空就是你要把后面的夹到前面的。哎呦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！外丢，没有啊，他前面比较外丢呀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快点帮我推一下，怎么都不推啊？看看一下保夹多少，可以做保。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可以做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不用看，继续夹。没礼貌，看人家保夹是一件没有礼貌的事。哎，开了，开了。啊，开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不用卖。不要内核，你要内核，等下就麻烦台主。就是啦，抽一个不想抽的。又是一个硬币耶，我的是爱心。没有。没有抽到。这还继续拼命的，但是这个没有盒子。完了。但是我好像夹它，然后前面那个板子哦，那是没有东西的。对啊，它是他的板子。哟，还有打给他。完了，他真的要出了。他想出啊。这怎么办？这我应该还算一盒啊，但是我不好处理就是。没有啊，你等下还是得传到组织。哦。嗯、有了。一个，感觉有点快到极限了。哎，这真的很过分。过。过来，他真的不过来啊，就差一个。哇，他怎么突然变厉害了？没有，这表示什么？你知道，等下就会抽中。哦，通常都这样。夹得很顺就抽不到，对。夹得不顺就抽得到，对。所以，我们又有一次抽奖的机会。抽这个好了。好。我们看到了一个，貌似是一个圆形的东西，方形啊。先看有没有字，没有，怪怪的。这是在糊弄我吗？可是说到底，它其实也只有三个奖项。对。那其实中奖几率还蛮低的，本身就算低了。哎，我不知不觉夹到新牌。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直接打枪，没有不可能。它总共几个洞？50，5×8，哎，40个洞。40，然后3指。对啊。1/11哦。对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站哪？可是被唐老鸭挡住了。唐老鸭真的很烦。唐老鸭出来了，等下真的要麻烦了。唐老鸭出来了，等下要加 QR code。好，来吧，感觉又有一只要出来了，撞出来！哇，卡在这边。哇，加起来了，加起来就不对了。有了。摆正，嘿，没有，三个一起起来，这两个，三个一起起飞，1000块没了，所以目前战绩是1000块7只，啊，好像以市价来算应该是平，对啊，因为这一只市价差不多150左右，没了，先做我们再换一些。来吧，继续努力。今天目标要么抽到大奖，要么夹到喵喵猫。好啊。Nice。有机会啦。不能把这个话讲出来。小兄弟们，没有，就真的有机会，有机会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。你丢了。夹出来就会进去，没夹错了，给机会吗？小兄弟，给机会吗？这一发，复魂，嘿，哇，哟，原来是奇奇弟弟要出来，这个也可以，算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啊，真的出了，两个，但是有一个长得很奇怪，嘿嘿嘿嘿嘿。感觉突然间不想一个房子，哇，没有挑战夹他的卡片，哎，真的可以，拿出来了，不用麻烦开车，卡片呢？他等下下来就点出来了，哦，他会直接点，他这样算一个吗？不算，真的不算，真的啦，真的不可以算，观众觉得这算不算？不会算的，出来了，哎，那不用理他，你就继续夹别的东西。它自己会滑线，我在掐后面的功能。好。行。耶！哎呦，这个有机会啊！这个有机会啊！嘿！哎呀！再用力一点啊，兄弟们，再用力一点！棒！碎了！哇呀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喵喵感觉就拉不出来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要抽中喽！你看，这个里面啊，那我们要，那你就要抽中。陷入大局，陷入僵局了，各位。陷入大局中。大局。大。哟，还有几个洞啊？现在才抽6个洞。一起内丢。一起内丢。这感觉真的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再加一个差不多。哎呦，要不是那一根就出来了，真的要不是那一根，太平了，你看现在都一层，太平洋，就一层的话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40不准为俊杰，差不多就要收手。现在夹一夹才夹到，看我们二手，我知道，我二手会怎么？不能捏到你要的位置啊！真的哎，你看他们二手哎，所以各位你来玩这台花要注意。它不能二手，就它一定会包到下面。哎，没有。哇，太凶了吧！大爷。哇，夹起来了，不妙了，兄弟们，你这到底夹了几多少钱啊？看一下。我靠，夹了520哎！我靠，你的这一只，哦，这一只亏大了。喵喵来了，来了，看来是要结束，回到我们的枪位了，喵喵。现在在挡。对啊。看来你很害怕。相当害怕。越挡越紧，越挡。来，挡了。
看，哎呀，太不给面子了，有点不妙，完蛋完蛋，哇靠，不妙猫，哇，没了这个，好吧，哎，卡住，卡在那个齿，真的卡住哎，差多少保洁啊？我看一下，300吧，我，有点多，直接输吧。感觉要中，因为你没中，你还要继续玩啊。好，坐。我们坐吧。坐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发生什么事？跟大家讲一下。你自己听这个中奖的音乐就知道了。那你妈，我差200块保夹给我掉出来了。我刚坐很满，然后被人推到一下，像骨牌一样，全部一直掉出来，然后掉了一只。然后保夹可以夹2-3个。算了，坐上面了。妙的一爱心啊，爱心绝罗家，真的猪死了，被猪死了，哎，啊，补血啊，补血，对啊，耶，补血，对，马上来一个，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哎，先来了，就这个，拜托了。让一下，用推走，推到那边去了。两米呀！今天的目标难道要失败了？闹钟。因为我现在每夹一个都有点小困难。真的。太少，有点开的太少了，数量太少了。这个鸭子给了我希望。房子啊，没有，好了，真的没中。我们最后总共夹了12盒，总共多少钱？在2500左右吧。2500十二盒，等于平均一盒多少？200块。哎，还可以。如果用平均的话，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可惜就是没抽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用多说。这个影片下面战术只要破1000。就来挑战，我们就再来挑战，然后一定要抽到他的奖项。好，这样子就看你们要不要让我再回来挑战。没问题，给大家一个雪耻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好了，我随便抽2个 Happy 赏，我随机拿，啊，你们自己在下面自己在留言要抽 Happy 赏。反正你们许愿要抽什么，然后我就会看情况给什么，这样子。没问题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期待我们能有这个复仇的一天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因为刚刚那换那个1000块有够难换，他喂了他6、7张都不吃，很挑哎，超挑超挑。他说我要把那个1000块揉烂，然后再投他再吃。